连妆连上去，而且都很顺。他说：“哇，天哪，今天应该 OK 了吧？”竟然被仙仙气起来，直接被他拉起来，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。痛听吗？是。哦，所以这边是哇，自摸了。敌对仙仙在查阅完七分之后啊，自摸红中的两台，这个物品全世界都要啊，被仙仙。率先摸到了，哇，这是什么自摸局？真的自摸发财两台啊！你刚刚自摸是吧？换我了，我摸了一个七条，然后就拉到伪梦庄，然后就正分，就蛮顺。然后后来就连一也摸，连二也摸。好，西米这边转听三六万，那推到二万，直接让伪梦给听牌了。我、哦、这边比较贪心，选择听的是啊，对，这是被摸了，脏啊！哎呦，张连一自摸。有一把他连装的时候，我已经故意不玩了，结果还是被他自摸三六条，三六条就没了，你知道吗？其实我已经算很冲了，但是我又想要自摸，真我觉得我听的也蛮水，结果最后被先自摸三六条，最后两张啊，对对对，抱歉，最后两张，哎什么？这最后一张六毁天灭地啦！啊，庄家自摸啦，自摸三花庄连二七台。想不到啊，想不到、啊。然后信仰后面就有连续摸两把中，一把中洞，然后一把对对。哎、欸，自摸，这怎么摸到的？这怎么摸到的？屁啊！阴坡西帕，这怎么摸到的？哇，自摸台。喂，哇，对不起，快点自掌嘴，冲动自摸。帅，最后还是追不到、啊，还是又被他摸，因为原本已经很近，大概五十分，大概再摸两把左右，结果又被他摸一把。对，一万的话是还有三张，还有三张，四万两张，七万三张。不要，哦，这是枪牌啊，但是撑住还是撑住一手，没办法、啊，哇，一支七万，水套不能再水了，这个六条太关键了。哇，这个字摸下去之后，分差还是拉大了一点点啊，这个分差是68分了、啊。好吧，那就交给伟志。到后面就是被仙仙狂摸啊，前面真的是还有得拼，也有点觉得没把握住吧。好，伟梦这边也听了，总共二万，这个有机会哇，谢谢谢谢听了三六条 ，Oh my god。哎、欸，六条、欸、被碎了，碎了，漂亮啊！碎掉你一边了。哇，西米连开那么多杠，该不会真的就是为了这一只吧？好，吓死我了！吓死我了！刚刚那个差露露两个头出来，我都觉得我的屁啦！好，西米这边这张一条没有糊吗？糊吗？糊了，糊了，糊到的是一针啊！一二条对倒，碰碰三花发财六台，自己可能好像也不是很满意啊。这个胡牌，抓了抓头，九点要糊吗？糊了，因为只有第一名可以拿分，所以季后赛就真的是有多很多东西要考虑，就是该不该冲啊？因为你不是说什么哦拿第二名也可以，你就是要第一名。我觉得自己可能猜打或什么时候可以打慢一点，就是想清楚再打。与其相信这个虚无缥缈的运气，不如把分数掌握在自己手上。其实我今天很不开心，一开始就要做这个决定，一个听牌跟一个就是回到原点的是差很多的，这样子的掌握会比较。来的容易一些，有四饼差不多东西。好哇，搭上了，太强了吧？哎、欸，这个自摸不摸？真的假的？被你这么实践哦。其实我一开始真的有点不懂啊，因为他那个自摸九饼插就是插进去，就其实那把我有点就是不能理解，但我还是尊重他，所以我在里面一直碎碎念。我要把它养起来，因为它就在我下家，而且它是最需要分数的。因为一开始已经差了100多分了，与其我去拼了100多分，不如就是不让最近的刚好伟志他们又第二名，不是伟志厉害，也不是我喂的好，是伟梦在第一将的时候表现太好，对，伟梦还在正分，而且还分数还不低，所以我觉得今天是伟梦是 MVP。当下真的会太混乱了，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到底谁过水了，到底怎么样？我很多牌很难下，你不玩，他们也不会胡，所以一定会让伟志连庄。对啊，再硬一点的话，最硬的那种。哇，这是一个顶扣扣的喊寒。好，怎么办呢？选择打入交红中啊，这个都直接亮出来了。没那么病态吧？还需要搞红中？不过上碰下主蒙啊，哇！真的自摸三花两台，那把我也是闪来闪去，闪来闪去，然后最后听一个六条，一摸到六条，我整个自信就回来了。好，韩寒这边
哇，七万想了一下，还是丢了 IG。我摸输了，竟然摸输了，369，摸输中投六条，猛啊！中投自摸，阿姨这个关键的自摸，再次把分差给拉开了，两台。那把中到六手，其实我被他摸完，我心里其实有点不太放心。我第三六九手了，我自己摸还带两张六手，而且我门清哎，啊就直接给我一个中投就结束了，我觉得。You're not my day again。他那把大三元真是很可惜。是听变成三比。好，不过这个白皮是让我这个碰到这边要选择放弃小三元吗？没有，选择猜的是一二饼。我很难得可以拿到这种三元牌，我觉得以我之前过往的记录来看，我不是那种胡到什么超大牌的什么。刚好被尾是接到变大三元。哎、欸，你这里打六饼。好，尾只摸到了红中啊！主要是今天真的输很多，所以我不想要放弃任何一点可以做大牌的机会，所以红中我才扣。但没想到还是太晚了，还是太晚了，差一点点，很可惜，就好像一碰听吧，对吧、啊？蛮可惜的。因为其实这个大三元真的要归功于他的上家被你、这个、红中没有交、哦，亏空啊！对啊，真的是这个红中太早交的话，其实。搞不好尾只会放弃，因为刚刚就想放弃。好，不过哇。中洞自摸三花，庄家庄家四台是 H 队韩寒的自摸啊，看来这个大三元无缘了，我只能说他是大无缘。我很烂，我就很烂，我就是狗。但是中洞五万、啊，对，五万空听。哇，哎、欸，绝张，帅，太帅了。总统自摸庄家，哇塞，阿姨队伍全灭，他们在跑魂，在跑魂，哇，阿姨这个自摸队伍全灭了，一张其他的东西都没有，就字跟万字，那把就是根本就是来救他的，天哪，天降甘霖。今天除了魂一声那把终于正气了之外，其他把真的是靠他狂威猛威。这样子把我养起来，而且我还是很烂，也没有说一直吃到他的牌之类的。那把拿起来，我就知道这把是我最后的机会了，因为阿姨连庄已经最后一个庄了，然后那时候还差六七十，其实很绝望了，已经天生回撤，是全部万字跟字的，所以就想都不用想了，往那个方向去做。这是北风二啊，庄连三啊。第一对阿姨的连庄继续连 ，Benny 也很给力。他看到我大概吃到第二挂万子，他就也知道我想干嘛了。他后来就连撤，就四五万，我就当然是真大给他用起来。对，六九万看起来就很美，终于摸到了。今天就是靠那一把，不然真的 Benny 是神仙难救无命哥。终于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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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对啊，太痛了，就是关键的那一把，如果没有那一把，我安全下庄，或者是我在，因为我连庄都没有红到，而没有自摸到。到北风的时候下庄，一下庄就马上北智跟 Benny 直接同一阵线，然后我们两个就联合起来，我盯阿义，然后 Benny 就狂喂尾智，就是幸好我们两个合作无间，好不好？今天尾智有这番成就，就是靠我们两个在旁边助攻，这样，不然他以为他还摸得到吗？你以为自己很厉害哎、欸？伟志打了他三饼，然后他用他四五饼去吃，但他的动作犹豫了很久。我觉得我应该很难再吃到三饼了，所以我想要赶快去做其他的打，让一二饼赶快先走掉。韩现在也上车了，来加入了战局哦。这个时候如果也帮忙把阿义的庄阿义的分数削弱一点点的话，应该还是有获胜的机会，逆转的机会。我最后摸北风结对打八饼。因为那时候九饼也限了，七饼也限了，我想说，哇，没想到就是卡张，就是蛮可惜的。对，但是如果进了三条，有可能有机会阿义会交这个八饼吧。
哇，交炮饼了，真的假的？竟然糊到了，原本是空听啊！哇，中弄一花两台糊平手了，到了平手了，敌对的阿义，真的假的？没想到牌那么好，而且我后来问他说，他到北方北台觉悟，说他要帮 A 队。还好最后上天配给他一把好牌，而且他也觉醒要过菲尼的绳索，才有最后这个捡到的结果。最快的结束方式并不是伪自制模糊牌，对，而是其他两家胡阿姨，阿姨就变成一个剑拔。但是其他两家不能自摸啊，如果自摸下去，自摸下去倒数一分，对，庄家台倒数一分，好像要自摸了，是不是？这感觉就是自摸啊。啊，他同分还不能呼，刚刚被你丢 了，对，丢了三条啊，同分还不能呼 QQ， 但是这边应该是有一个帮忙吊牌的效果、啊。对啊，但阿姨很难躲哎、欸，就一定要呼啊，因为我知道他们两个分数一样，然后我自摸也不行，我呼飞你也不行，呼维兹也不行，最好的方法就是我呼阿姨，然后那一把我刚好有机会，我就牌蛮漂亮的，所以我就有碰牌，然后我喂他没关系，因为我觉得我拼了赢阿姨。然后刚好那一把听三个洞，此时此刻他虽然听得很漂亮、但是他也可以选择下车交给其他两个人、对啊，就是他没有一定要，因为他如果就是一直冲的话，其实 对、啊、对这个局势没有帮助的。阿姨要爆了，好，这边最后啊，一九条，哇，最后是韩寒糊到了，这张九条，你跳舞是什么？为什么？不知道，我脑袋突然空白，我想不到，我真的想不到。我想说，要靠，一定要靠我自己鼓起来。就然后他突然做事要倒了，我就哇，今天发生吗？终于拿分了吗？我这个好背，我这个叫我扶不起的阿志哎。刚好我那个位置是最有力过水的，过 Benny 跟伟子，然后糊他的那一把，幸好有糊到。他虽然牌烂成这样子。但是他就是一直在很努力的在车上，然后他也没有放枪，我觉得他今天很厉害。我觉得今天很感谢韦梦，因为其实他在先这种狂风暴雨之下，他踩住第二名的位置，而且维持正分，这是很重要。因为今天我其实昨天就知道，今天如果我们第二跟第一名很接近的话，就会有一个情况就是 DNH 会帮我们，因为对他们来讲这样是好的结果。那下一场其实大家就是。不会说谁有误谁嘛，那就是要全力要自己拼，要可以霸气打起来。你也是需要被浪台得分的啦，这样。